哎，什么在这里？什么喂？我看呀。啊。媳妇走个路，也是从第八号嘛，好像是。哎。我这不一样啊，那是要有个找不能。你们那他摔的好不多，我可以看一下。那有没有摔的啊？嗯。哪大地方啊？那你快点跑过去看啊。老个逼嘛！我在你家挖了，我记得是在现在摔在那里了。楼梯上都滑下来了。嗯，楼梯肯定找人拖上面干滑死很了。摔上面了。没事，只要去看一下嘛，那要带去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医院检查一下。我给我黑了，我以为是楼上乱拖鞋的，我治腰杆听得到。其实腰杆上说这几步，说起来腰杆那也听了。再去看一下，要不带去看一下。脖子没不疼啊？脖子疼，那么缩起来的嘛，腰给。那么缩起来了？嗯。哦，那个楼梯也是，那个楼梯以前我也摔过。那个楼梯只要一多就好滑的。不是那个楼梯你。所以你还要穿那个鞋。你白天走路要开灯，一定要开灯。是啊。因为那个楼梯没有，二嫂走路喜欢把走得好快那种的。现在走路他走的老是走那么快。嗯。老妈都说怎么走路像那么大的声音，像打雷一样，像在跑一样。要去看一下吧，去看一下吧。没事，哎呀，是腰杆。腰杆受不了。嗯，腰杆扭到。脖子都一直被。它滑下来，可能那个楼梯杆压到蹦到那个压了。我怕我一下子把我吓到了，我忙打掉给你。哦，那么就别轻松缩下来。嗯，没事。这样缩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要去看一下吧，二嫂去带带二嫂去看一下吧，要去检查一下，好，因为是怀孕嘛。你跟着我们那些正常人做一下没事，你也要去检查就行。那检查肚子不痛，那么检查又也要看一下，要去看一下。万一啥也怕，万一嘛的问题。没事，没事。去看一下好一点嘛。嗯，走，也去检查。走啊，去换衣服去看一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不要弄这种子，你要去检查一下，你是怀孕嘛？嗯，检查。嗯，去吧去吧，要带你去吧，去看一下。我腰杆也扭得有点痛。腰杆听见？嗯。你怀孕了是不是？小。嗯。你去检查。检查。嗯。因为去医院检查我都怕。那也要看呐。要看啊。本来没事嘛，医生说的那么黑，我没去。要不我也不痛嘛，就你说呢？不痛，你说起来痛了，不怕它震到宝宝嘛？它震到起来有什么呢？是啊，看一下吧，去看一下吧，不要犹豫了。看啊。嗯。嗯。不。你看你留点假期啊，你看，去吧，老婆去吧。这个是简单，要放心点，是吧？对呀。那个楼梯真的是滑。哪个楼梯跟着往里，我都摔过一回了，到时候去看看。那要不你自己带去了哦，我带些给你哦，嗯，没人在家，酒馆那么多没在家。